威风。啊，因为今天是魔的服务装师罢工了，所以呢，我们要为正在过生日的千玺挑选一套衣服，为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工资？以我这种天才造型师，一定会搭配出很多很好看的衣服。就先挑吧，拭目以待吧。千玺穿这个应该适合小粉小粉的。嗯，小蘑菇的 style。我是一只蘑菇。哎，我觉得这么多衣服不给自己挑可惜啊，我觉得。嗯，给自己挑挑吧。这衣服全是数学上的几何，充满了文学的头脑。嗯，其实吧，我就觉得这件衣服是全场最丑，那我就穿这件，我就比较能凸显我的颜值。哇，这个帽子真的是不好看出天际。哇，好帅 ，so cool， 这是国产的。哇，好帅。这个可以可以，就这个。这个最适合千玺。超 fashion 的，这个最适合千玺。我挑选的衣服呢，就是这件大衣。等着吧。是我 Carry。好，那我现在我们就为千玺的生日会礼物做准备。那我们是要选好看了还是不好看了？王源，王源，我找到一条很性感的裤子。哇，这里有配饰，他提前安排好的配饰。哇，我这里有配饰，我们给他缝一个好特别的秋裤。这个东西绑在缝在这儿，我觉得比较可以，这个地方。嗯，那怎么缝？那我们直接用别针别吧，那个很麻烦。然后它中间有一些放荡不羁的小破洞，哇，哇，帅了帅了帅了！看，国际大牌的感觉。那边我就不解，为什么呢？因为讲就是这种对称，不对称感。然后还要留一个小角，让它藕断丝连，产生别人的幻想。哇，超帅！一针设别针别一排还挺好看的。哇，真的还蛮时尚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亲手为千玺准备的生日礼物给包到这个箱子里面。对了，还有眼镜，然后最后呢，要撒上一点孜然，给它封存保温。你把我抖进去了！啊，我的天！好，这样一副长沙烧烤好了。那么香，它也能封上了吧？嗨了，厉害！好，其实就是这个，我们
通过我们两个的精挑细选，对，挑出来的生日礼物。对，其实我不是吹啊，我觉得真的很棒。对，希望千玺呢这个生日能够喜欢这个礼物。对。哇，好想见见这个礼物。让我们欢迎王俊凯王源，欢迎来到中间。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快乐。哇，掌声欢迎。我们再往前一点好吧，再往前一点点啊。好，对，我们哎呦，好，我们放到前面一点哈，小心一点。好，就在这里吧。好，我们先请千玺来许个愿，好不好？来，先许愿哈，一会儿我们再把刀放下，把刀放下。来，对，好，来。好，三二一，生日快乐！好棒啊！来，我们来。请两位好兄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来，小凯。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欢迎小凯。大家好，我是王源。欢迎王源。两位今天给千玺特别来到现场给他生日庆生啊，刚刚我们看到视频里的那个很期待那个服装那个秋裤所以现在在小凯手上就是这个，对不对？给大家打开展示一下吗？来，我们看看，要王源去帮一下，这样，来，麦克风给我，好，来，哇，来，我们请，辛辛苦，两位先介绍一下这个，缝缝补补，真的哭到没朋友，对，这个头缝了很久，我去，真的太难缝了，这个啊。对，这个时尚灵感是哪里来的？设计的灵感，设计灵感就是拿到什么就往上弄，拿了什么 bling bling 的往上弄。还有今年最流行的破洞，对，然后这些回形针把它都大金回形针，我不知道你把这个缝起来干嘛？缝起来是为什么？王源解释一下，王源为什么要缝起来？好看吗？我们问一下我们千玺收到这个礼物的感受，好吧？十分的，其实这个秋裤也很熟悉了，因为我今天来彩排的时候，里面穿的就是这个。但是我现在因为你穿秋裤了，我现在哇，奇迹啊！你真的穿过秋裤啊？穿过。哦，所以现在是没有穿。现在没有穿。嗯，那这条喜欢吗？其实这些别针如果放在就是我这个裤子上还挺好看的。嗯，就没事没事，这个不喜欢，我们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展现一下，还有什么礼物？大长牛仔裤，大长腿牛仔裤。这牛仔裤超级大，哇！这是一个对千玺的祝福，知道我的胸了。对，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脖子以下都是腿。因为千玺现在脖子以下都是腿。对，千玺现在可能不能穿得了，但是越长越会穿，就会长得特别合身，穿这个牛仔裤。是，一定会穿上这条裤子的，越长越高，腿越来越长哈。还有什么？我们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这两个，好丰富啊！但其实这个眼镜也挺好的。还有这个眼镜我来帮你戴，有一种特别酷戴法。戴了，我最戴了。要把它穿在一起。哇！什么意思啊？来，我们把秋裤和牛仔裤先放回箱。猫王眼镜。这。哇！对，这帽子也特时尚，我想帽子很超酷的、帽子不要戴了，帽子不要戴了，帅，真的超酷，可以的，可以的，好了，可以了，大家，好了，可以了，谢谢两位给千玺带来这份惊喜哈，我们把礼物先收好，然后我们来切蛋糕，好不好？来，我们千玺到中间，来 ，OK。这个蛋糕怎么切啊？意思一下吧，好不好？好，来，我们先三位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来，先把麦克风放下，我们先合个影哈。
特别开心能够看到我们 TFBOYS 永远一直在一起，让我们的三小只请两位一起陪伴千玺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日哈。好，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切一下蛋糕好了哈，千玺来切一下，意思一下就好，切这边吧，切后面，切一小刀，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哈。好，可以了，切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全场一起祝千玺生日快乐啊！来，三二一，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太好了。那两位有没有祝福要对千玺说的？我觉得就祝千玺在16岁里面能够，越来越帅，越来越高，然后呢，顺利成为他的编舞大师。哇，越来越帅，在编舞界登峰造极哈。来，王源，希望千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每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又帅、跳舞又好、唱歌又好的全能偶像。哇，谢谢，谢谢两位的祝福，也祝我们 TF 三小只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千玺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那么多朋友、跟身边两位好兄弟来分享？我今天特别高兴，就是我能生日这天，然后跟这么多喜欢我的人，然后分享我喜欢的作品，然后我做出来的作品，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能陪着我过生日，我今天特别开心。还有两位队友，就为我送这么多礼物，真的很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还有那么多爱你的朋友，包括在看直播的朋友，还有前排的家人，真的非常的圆满。我们谢谢两位的今天的光临，我们一起把蛋糕好好的放到后台先收藏起来，好不好？还有礼物都收好，然后要陪千玺下去准备下一套造型哈。来，拜拜。